来自源头的声音信息。一、关于真爱自己。编译者：静光。工作者：真爱你自己，真的爱你自己，真的真的真的爱你自己。你真的需要做的就只是真的爱你自己就可以了，这样你才能够真的开始自由飞翔。这世界上你所能做的对自己最好的事情，不是再认真努力一点去改进自己，也不是再花更多力气与时间去赚更多的钱，更不是耗费绝大部分的精神与体力来让其他人或整个社会更加认同你。不是，你不需要如此，你能对你自己做的最美好、最体贴、最真诚而充满爱的事情，就是放下所有对自己能够变得更好、更棒的期待与误解，而就只是温和、轻柔的关心自己，和自己在一起，安心的成为你自己，这样就够了。真的，你不需要再多做些什么来让自己变得更好了，因为你只要全然的呈现你原本的模样，你就已经是那最美好的了。真的，你不需要再做其他任何事来让自己变得更好。如果你还需要再去学习、改变或成为什么，然后你才会变成更好的你，那么你也只是在假装和模仿而已。你只是在假装扮演一个你以为是比较好的那个你而已。但是，那个你却不是真正的你。你只是在角色扮演，而那个角色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你。凡是假的，就绝对不可能成真，凡是真的，也绝对无法作假。真的，你能做的就是只是做你自己而已，原原本本的自己，最纯粹、最真实的自己，没有任何卫饰与浮夸。这世界上，不会有一个更好的你即将会出现，不会，绝对不可能，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你存在，现在不可能，将来不可能，过去也不曾存在过。你就只能是你自己而已，原本的那个你，最自然、最纯真的那个你。你就只能是你而已，真的，你无法再为了成为最好的你而再多做些什么了。因为你早就已经是那个最好的了，不需要再有任何改变。可是，你一定会问，如果我的鼻子再高一点，眼睛再更大一点，或者是再更聪明、更优秀、更厉害一点，或是可以再赚更多钱的话，我不是就能够成为那个更好的我了吗？可是你要知道，不论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不论你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达到整个社会对于成功的标准，不论你对于自己是否满意，你现在的模样，你现在所处的情况，你所曾经经历而成就你现在所是的，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你自己选择要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如此你才能够体验你所想体验的，经历你所想经历的。况且现在你所拥有的身体，你曾经的经历，并不是真正的你，你只是透过你现在这个身体来到这个地方，体验你想要体验的各种经历。这里的一切并不是真正的你，只是你的体验而已。你不用再更漂亮、更英俊了，你只是在体验现在这个身体而已。你也不用再更成功、更厉害、更有钱了，因为你也只是想要体验你现在的体验而已。因此，只要你在这里了，你所意识到的自己就已经是那个最好的自己了，无需任何改变。我们也知道你一定会再问，那么，成为真实的自己和真的爱自己又有什么关联呢？只要你愿意全然做自己，愿意成为真正的自己，就只是轻柔、温和的与自己在一起，
不再努力改善自己什么，不再多做任何事情让自己变得更好，安心自在的做自己，那么你就是已经真的在爱自己了。孩子，我们希望的也只是你能够真的自由，真的快乐，真的能够乘着梦想的翅膀轻快飞行。如果这也是你所向往的，那么就请从真的爱自己开始吧。你做得到，只要你真的愿意。来自源头的声音，谢谢收听，感恩祝福。来自源头的声音信息二，关于深爱自己。编译者：静光工作者。深深地爱着你自己，深深地爱着你自己，深深地爱着你自己。你是如此美好，你怎么可能会不爱这样美好的自己？深深地，深深地爱着你自己，深深地，深深地爱着你自己。真的，你只要爱着你自己，这世界上再也没有需要做的事了，除了深深地，深深地，深深地爱着你自己。你需要做的也就只是这样子了。我们对你没有任何要求，真的就只是希望你深深地爱着自己就好了。真的，你无需再努力，无需再讨好任何人，无需再用力做什么去符合任何人的标准。不需要，你原本就不需要这么做。真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只是深深地，深深地，深深地爱着你自己，如此而已，没有其他了。轻柔、温和、平静地与自己在一起，没有什么需要再努力的了，也没有什么需要再改进的了，就是温柔地做你自己，和你自己在一起，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对你没有任何要求，真的没有任何要求。就算有时候我们严厉一些，那也是在提醒你而已。然而，我们真的对你没有任何要求，我们希望的只是你能散发出你纯真的光，照亮你自己，照亮这个世界。而你只要温柔的做你自己，你的光就会自然柔和的散发出来，完全不需要费力。当你总是深深地，深深地爱你自己，只要你随时随地记得深深地，深深地爱你自己，你就是在散发你的光，照亮你的周遭，你就是在实现你自己，你就是在做你自己。我们知道你会问，什么是深深地，深深地爱自己，要如何做到？很简单，就是放轻松，不对自己有过多的期待与要求，自然而然随顺能量之流，展翅飞翔，你将会得到自由，也将会抵达阳光灿烂的梦想彼端。凡你所希望的，都是我们想要给你的，绝无遗漏，而且只会更加美好，超乎你的想象。孩子，乘着梦想和爱的翅膀，起飞吧。来自源头的声音，谢谢收听，感恩祝福。